咱问问雪晴好了哈。哎，刚才你也看到几位老师的表演哈，如果让你选一位，你最想跟哪一位喜剧演员合作？嗯，就我曾经确实设想过一个场面，就是几个男人站在我面前让我选择，但是没有想到是这几位哥。没想到他们是怎么让你难以选择，是不是？对，就不想选择，根本就。对呀，你不想选择。太熟了，太熟了！你说，看来大家是谁也不服谁了哈。那这样的，我建议咱们在现场做一个小游戏好了啊，因为咱们在座的有相声演员，有喜剧演员，有脱口秀演员哈。咱们就请郭阳郭亮给咱们出一个绕口令，大家来一起来挑战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绕口令啊，我说一点，好，行吧？来，学这段啊，大刀对大刀，单刀对单刀，单刀斗大刀，大刀夺单刀。哪位老师先来挑战？哪位来？来。大刀对大刀，单刀对单刀，大刀斗单刀，大刀夺单刀，夺单刀。哎，算了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后面是个回马枪是吧？这不自己有点没自信，最后不错不错，来峰哥，峰哥来一个，峰哥别说，峰哥浪费时间，可能是。说完后半夜。中国好舌头不是浪得虚名啊！你说对什么？大刀对单刀吧，大刀对大刀，大刀对大刀，单刀对大刀，还怎么的？你看，大刀大刀，是不是浪费时间？大刀大刀对单刀，单刀对大刀，大刀对刀刀难呀！大过年的不难为各位老师了哈，咱们还是看节目吧，好不好？好。